No, don't do it to me. No. That. 最近还打。哈哈。今天是周末，星期五，我们准备回山里的房子度周末。沃尔德和利奥知道我们要回山里的房子，也非常兴奋，一定要把自行车带去。现在山里已经渐渐凉了，所以说我们也把一些秋天的衣服也拿出来给小孩子穿上，看他们兴奋的样子。停着，我带小爸爸了，车就放这边，等大大过来。我们家呢，这房子旁边有一个琵琶湖，是日本最大一个淡水湖。我们刚才在超市买了一点午餐，然后想到湖边找个地方，吃个午饭。等一下 ，OK， 你要吃哪一个啊？胖，这是我们中午的便当。这个是虾，是三明治，还有什么呀？到，开门秀 ，open， 还有这个海底饭 ，open， 日本比较喜欢这种， like、就是下面干饭，上面配的一点肉啊，或者海蛎啊这些海底饭。啊，这里。egg， 大馒头。嗯，没给爸爸一点啊？你那一点给爸爸吃，来。啊，A pool. A big pool. Lake. 这下次把湖讲成了游泳池。Pool. 快点。哪一个？国航。はい。はい、次、リオ、次。はい、どうぞ。どうぞ。这小子。我等你要坐那个船吗？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沙子耶！要不要摸一下沙子啊？看看。这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，叫琵琶湖。这湖里呢有100多种的淡水鱼，年轻人和小孩都很喜欢到这里来钓鱼。日本人他不吃淡水鱼，所以说他们钓完鱼以后呢都是扔掉的。这是我们的邻居，一对韩国夫妇。我们做邻居已经10多年了，我们关系非常好。他们也非常认可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在准备要两个小宝宝之前，也和他们商量过，他们也非常支持我们。现在我们每个周末回到山里，他们都像见到自己家里人一样高兴，然后会也送我们一些好吃的东西。和他们自家种的蔬菜啊这些给我们。你什么？你要坐这个大卡车啊？这爸爸开的，爸爸今天租的这个卡车哎，爸爸拿去还哎。你要坐这卡车吗？你喜不喜欢这个大卡车啊？那你爸爸教你开车好不好 ？OK， 那你等一下，你就坐到后面吧，你跟 Steven 狗狗坐在后面，好不好？All right, water. Pippi! Okay. Lily! Huh?
风。好的，我要带。好一种。你有哥哥。你有打我 ，yuck。耶吗？别哭，这个别。No, don't do it to me. No. Yeah. I know. You're too small. Don't do it. Cook it. Keep it.